同样是情绪暴走，但这竟然是砸了自家的店来泄愤。新北市土城有一家旺仔鸡店，老板邀请了亲戚来到店里头喝酒聚会。就在大家喝得正开心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好心提醒说要早点回家了，结果顿时让老板情绪大失控，不但是彪骂了不雅字眼，还说你没看到我在讲事情吗？当场翻桌砸了自己的店。男子喝得醉醺醺，边讲话还边录影。只见店里面乱七八糟，桌子翻的翻，椅子倒的倒，旺仔鸡碎屑、酒瓶、杯子通通洒满地，甚至还有人拿起盘子直接往后方的冰箱砸去。弄破了。旺仔鸡店里一片凌乱，影片被po上网，第一时间大家都还以为是客人酒后闹事砸店，没想到案情大逆转，居然是老板自己砸自己的店。离谱状况就发生在5号晚上10点多，老板邀请亲戚到自家位在新北土城的旺仔鸡店喝酒聚会。就在大家喝得酒酣耳热的时候，他太太好心提醒该早点回家了，没想到夫妻俩为此吵了起来。老板气到大喊：“你没有看到我在讲事情吗？”更飙骂不雅字眼，最后直接大失控翻桌砸店。民众饮酒后，仍应保持理性，尽早休息，切勿做出违法行为。所以没有人受伤，而被砸毁的冰箱店家已经连夜修好，只是黄汤下肚，一个不高兴就砸自己的店泄愤，这下不仅得自己花维修费，店家形象恐怕也因而受损。记者吴颖斑马旺家新北市报道。